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教编程的语文老师。今年学校推荐我去参加编程公益项目时，我的心里也很紧张，还在打鼓，十分的忐忑，担心自己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没有半点的编程基础，能教得了编程吗？能教得好吗？经过一个月的在线培训，在项目充分细致的支持下，我通过了编程教师等级认证，发现编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。 现在对编程也是越来越喜欢，孩子们在编程课上总是给我带来一些惊喜，他们的专注、热情、创造力，让我更有信心把编程教好并长久的教下去。我只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老老实实检查。我分享数学的方法给你们。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众为数字人才培养计划的编程教师培训工作。 看到乡村老师们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，我深受鼓舞。过往一直在一线城市从事编程教育，现在看到编程教育在这么多的乡村学校普及，我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潜力，也憧憬着未来能和这些老师们一起开展个性化、本土化的编程教学创新，争取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软件人才。 数字人才培养计划为阜宁培养了100多名专业的图形化编程老师，让编程课在这里遍地开花。看到学生们开心的学，老师们用心的教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这正是我期待的教育途径。阜宁教体局近几年积极推动信息化教育教学，推动素质教育深化发展。我希望这些种子老师让编程教育能够走得更深入。 让阜宁的孩子在数字化、信息化浪潮中勇敢前行、快乐成长。信息科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的合作。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信息素养的教育更要从娃娃抓起。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和基金会携手发起“众为数字人才培养计划”，以师训。 课程、资源、平台、思维一体的模式，动员高校和社会力量，让孩子们体会到编程的乐趣，培养计算思维，触摸到 AI 时代的脉搏。众为资本长期关注科技领域的发展，直观地感受到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，看到了产业的应用端对人才的巨大需求，因此我们发起了众为数字人才培养计划。 聚焦科技教育，希望点燃青年人的科技启蒙火种。未来，我们也将持续发挥产业资源生态的优势，鼓励生态伙伴发挥各自所长，参与其中。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20年里面，我们能够遇到一位杰出的科技创业者，在谈到他自己的项目的时候，能够让我们回想起开启编程公益项目的那一瞬间。